大家好，我是杨超越，也是一名演员，也是暖心计划情谊浓浓助农公益新推官。一些贫困地区的土特产由于种种原因面临着滞销的困境，为了更好地帮助偏远地区的农民的农产品打开销路，请和我一起参与乡村振兴暖心计划情谊浓浓助农公益，助力农民增收，为乡村振兴加油。6月23日记得来我的抖音直播间，准备了超多助农好物，让我们不见不散。